全台湾现在有约10000人在居家隔离或检疫中，指挥中心表示，基于人道考量，将有条件开放外出，可奔丧或探望重病的家属。基于在人道跟防疫的考量，跟现在对于疫情跟检疫者的情况的一个掌握，所以我们宣布说，会奔丧或者探视，探视当然指的是说，即将在临终的人哈，那我们居家隔离检疫者，可以在相当严格的条件下的限制可以外出，因为在5天内哈，可能还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怎么样，那这边都没有症状了。那第5天以后，没无症状者向地方卫生单位提出申请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经审查符合资格，由地方卫生单位安排到指定医疗院所自费采检，取得检验阴性报告2天内，由地方卫生单位安排外出，每次以1个小时为限。如果超过1个小时，就会按相关规定做处分。外出者需要全程戴口罩，不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并且要与他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。